哇，我们看到了很多我们榜上榜的老朋友啊发来的这些祝福，放心，交给我们九年之序，我们将会全力以赴的。在榜上榜的舞台上，我们会一如既往的支持原创音乐，也会把很多优秀原创音乐人的作品继续推荐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。好了，那么现在呢，我们又请来了几位我们的原创召集人，继续跟我们一起聊音乐和分享好听的音乐。我们欢迎一下陆柯然，欢迎 Into One 刘宇， Hello. 欢迎 Sunny 杨云清，欢迎福龙飞。哇，其实呢，今天我们在一起聊了很多关于音乐的话题，还有很多自己的一些生活的态度。那接下来呢，马上要有请上的是陆柯然为我们带来的这自己的一首新歌，叫做《无数》，而且柯然也在其中参与了作词部分的创作，是不是？赶快跟我们分享一下。嗯，其实这首歌当时写词的时候，就是想表达是自己最真挚的一部分情感，然后其实也是对未来自己的一种更美好的一种期待吧。嗯，然后希望自己未来可以变得更优秀。嗯，那么这样的一个将来的期待的感觉，感觉在这首歌曲当中会有怎样的一个呈现呢？接下来我们赶快把舞台交给陆柯然，为我们带来《无数》。我们可以从声音里听见很多，不仅仅是那些瞬间入耳的时刻。如果你再仔细一些，你能听见更远处的那些声音回荡的源头，比如水流带来的高原上冰雪融化的声音，还有那些独处时刻静默的呼吸。歌手就是要去和这些声音打交道，听见更多的声音，去创造新的声音。舞台之外的生活，其实我是更偏向比较安静型的那种。我觉得工作和生活是要分开的，你要学会去享受生活，享受除了工作之外的时间，不能把自己的所有时间都用来工作。不管是做歌手还是做演员，都会有不同的声音去评价你这个人。但是现在听到这些声音或者看到这些建议的话，会觉得这些建议可能会使我以后能出更好的作品。对，然后要认真虚心接受，然后并且要努力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。好音乐，世界都在听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陆柯然，榜上榜，我来啦。浪漫的颗粒，我冲破了合集，追寻着气息。
拥抱未知的你。You never be lonely， 照亮我方向前行。谢谢柯燃，好燃爆的一个舞台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